该是同一个吧？拜托告诉我是同一个啊！有那么厉害？是同一个吧？你不是？好热、哦！真的假的啦？假的啊！哇！这个建筑跟刚看到那一个应该是同一个啦，至少我觉得他们建筑同一个风格。好恐怖哦！我觉得是同一个啦，只是村庄哦，我还想骑。我们找到第二个比较大一点的，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很好。我以为看到第三个堡垒，你知道吗？没那么好吧？超可怕，应该是跟第二个是同一个啦。这样子哦，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不要、啊，上第二个堡垒，我们第二个堡垒我们也还没去探险啊，上去一定也是全空的啊。这样子哦。对啦，很好啊。你刚没探索、啊，我在这已经正式版了吧？我觉得。好恐怖哦！怎么这么多堡垒啊？堡垒报告教练，堡垒是可以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吗？啊，正式版。哎、欸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他们在下雨耶。我今天堡垒运特旺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堡垒运三啊！哇，找到地狱堡垒的运气啊！堡垒运超旺的、欸。地狱还有风格是谁设计的、啊？创世人本身啊，纳曲设计的。这样子、喔、对，好像挖不太到了，手有点短，手有点短。这里好多个哦、喔，我觉得 这一波捡完可以三十哎，没有三十，应该也接近三十。有点快忘记了。哇塞，这一波打完感觉真的可以三十哦。地上还有一些，捡一捡。哎、欸，地上的是没有经验的、喔，我嘞。好啦，等一下啦。28，其实接近了啦。他会吸到我身上哎、欸。对，我一个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撤退，撤退，哇，那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哇，这么多，嗯，好猛哦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，烧烤水，好猛哦、喔，昨天去看，那你是没看错了吧？现在都一点十，啊，该不会有人昨天才看到？哎、欸，创神什么时候出到1.3的吧？什么烈焰使者噼啪声？哇，右下角还有那个烈焰使者，太可怕了吧！不好啊！欸，我29等的啦。可是书柜也付不到啊！好可怜啊，胆小狗、啊。英雄。好热，再挖，应该快要30了。我们30就可以回去了，等下一次直播就可以附魔。下一次直播要等到下礼拜六喽。不要当那边那个了，哎呦，长好快哦。那个假日什么？假日极限生存特辑。假日被吹后。假日吹花手。哦，这个梗有人不知道啦。拜托不要让他们知道。好了，几等啊？这个。29，然后这个看不出来是几趴，目测大概70%左右吧。再挖一点点，要再挖一点点。鬼东西！啊啊！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我不喜欢这种地方工作哎，又下雨又 What the？ 摇摆 ？What the fuck？ 做 pose 不要，我才不要做 pose， 做做不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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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看到鬼哦、喔！按错，干嘛、啊？好，真的，等一下啦！你就都不要跟我讲。等一下啦！你就不要讲。欸，等一下喔！干嘛啦？没有，我在看啦，我就已经在看了嘛。吊胃口哎、欸。就感觉很多堡垒啊！我觉得我找到超多堡垒的哎、欸。很好啊。很可怕哎、欸！用啊！不要啦！我不知道，那应该是一样，可是真的好大，它超大一个哎、欸！三等30，30等了。好了，其实可以把它挖完了。一样啦，好啦。摇摆。什么摇摆？全世界的跑垒。全世界的堡垒都是我找到的。在咬了个热场。哇，那里会是那个、欸？哎呦，是，就是 strike shot。我
哎呀 ，strike shot， 哎 ，strike shot， 哎呀，这玩好啊，那就赶快玩。哎呀，讨厌啊！不要出怪声。我该避难了，我该避难了，真的该避难了。出水声，我真的该避难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有点迷路了。好可怜哦。等一下，你进来那个地狱门帮我报个位好不好 ？X Y D， 拜托啊。跟我说什么？不然我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门户打开。我从哪边过来的？救命！啊，重来。好，我去帮他。哎，我往地板打。就回去了没啊？啊？你是找得到路没啊？找不到啊！屁小妖哎、欸，帮我一下！跟我说什么？哦，我朝地狱堡垒那边。负十六。等下，负十六。四十三。四十三。十六。十六。你往哪个堡垒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啦！等一下啦！救命啦！被围殴了！我看到你了。哦，你看我了。好好，有看到就好。带我回家。我要飞到最远的地方，从天国来，路痴。玩，哎哎哎哎，哇，秀，我的脚好烫哦！你小屁孩啊，干嘛啦？你极限还这样玩？我没有。哦，我没有。哦，我没有。小屁孩啊！我没有，莫名其妙哎、欸，没有啦，肮脏啊你啊你啊，有人还说法师666，妈的，没有啦，上面都很丑哎、欸，三十等的啦，接下来要等甘蔗长大了，甘蔗时间、哦，我干嘛猜你们家有没有钱啊？这是岩浆块啊，哦天哪！会那会损血，只是很久。你这两个箱子是左右护法是不是？你妈才左右护法，莫名其妙。石英好多哦，丢掉啊！我是觉得可以丢掉，反正也没什么用，可以装饰用啦，装饰用。丢掉啊！不要、欸。甘蔗也不能用骨粉哈。丢掉啊！讨厌。外面是天亮的吗？外面是要亮还是要暗啊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护城河不错哎、欸。跟我说什么？可是他们还是走进来啊，我觉得。不会吧？你就去找只怪来引引喽。我不要，我出家门之前我还要先跳一步哎、欸。好了好了，寻夫马啊、喔！哎、欸，对哦、喔，有人说寻夫马是跟安有关系嘛？对啊，他上一集有人说，啊、不是上一次直播有人说那个啊，是空手对他安又剑，然后骑到猫爱心为止嘛？我看起来像像。所以有安的作用是什么？你在骑马了、哦？没有啊，那、啊、不然嘞？我看你像马吗？哎、欸，像。甘蔗没有，主要是要做书比较麻烦、啊、做书柜更麻烦。好啦，我想，哇，你家里外面那一圈连我都会踩到哎、欸！你去找马了、哦？我看你像马吗？像啊。对，摇上不对。骨粉不能用甘蔗啦，骨粉不能啊。所以安的作用是什么？哦，安能控制它哦，只是要有爱心。没有安它会乱跑啊，好麻烦哦。我们要现在做这件事吗？来，哎，干嘛？就你有钻石马凯，你又不拿。他受伤了，你为什么一直让他受伤？因为他会不舒服。不能用啊！你看，不能用在甘蔗上啊。它不舒服。啊，你有坐在上面吗？我为什么看到是一只马在乱动啊？真的啊，你我看到你没有在上面哎、欸。怎么驯服马？教我，我也要。你要拿鞭子抽它。带我去！快点！啊？上马。带我去，快点，带我去找一只马。就那边而已。走，带我去。带我去！欸、你有带那个安还是凯吗？我带安而已。马凯放在房家里耶。对，凯在家里。送你还不要，还在骂我。等一下回来再用嘛，你自己用。你用赚的。这里不能吵。可以啦。
我可不敢跳过去。你用赚的当然把铁的送我，你莫名其妙啊！先生，你要不要回去看？不要，你要从那里过走桥啊！有桥你不走，你就做垃圾在那边，这怎么过啊？可以啦，干嘛？马是比较大只，踩了会崩掉，是不是？是哦，离太远会这样哦。离太远一定会啊。哎、欸，看不到是 1.9 的 bug， 目前还在矫正哦。很慢呢、欸。你废话，你给我下来用走的，你牵着他走。没有绳子啊，莫名其妙，你在哪啦？不见了，你不见了。哦，就你去。好，我等下喂他吃东东。不要把水。啊、好啦，哎、欸，你走太快了啦，停啦。很慢呢、欸。停啦！你看我一个人在后面追你，很爽吗？嗯，爽个屁呀、啊！哦，冒爱心，所以我也要把那个粒子密度打开，对不对？卡住了啦，你。活该啊！谁叫你要骑马？你在哪？不见了！你不见了！你不见了啦！这里啊？哪里啦？下面。你还放岩浆块？有哎、欸，有一匹马看到了。我一直喜欢的，还是你要去乱一头？你刚刚不是说放走错边，还找到一堆马？两三只而已啦。有啊，还看有没有喜欢的颜色自己挑。我骑这一只好了。等一下，先空手对他按右键嘛。啊，好了。等一下，所以我要把粒子密度打开啊、喔！粒子密度少量。哎、欸，他甩我！盾牌要不要收起来、啊？嗯，你刚骑的是什么盾牌啊？我巡捕的时候，哎、欸，那里有南瓜、欸，那里有南瓜、啊，哎、欸，太好了！先打南瓜，先打南瓜，哦，棒哎、欸！哇，这样去中间又打不到，打不到，这样去中间又少一点压力了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我来。好了。快啦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快点去巡抚啦！哎、欸，有甘蔗，有甘蔗，有甘蔗！快点巡抚啦！好了，我打一下甘蔗啦。我去。等一下，不要很多个，很多个，我想打。而且重点是，现在是晚上，我们等一下要睡觉了。我没有把床带出来，我有。太好了，粒子密度要最高哦。Why? For why? 哎、欸，你先帮我记得回家的路，我之后再来巡抚，我之后再来巡抚。快点巡抚啦！现在啦，可是很多甘蔗哎、欸。我在采啦。你确定？走、啊，不要。你是很想看我骑马呢？嗯。为什么啊？因为走很慢。挑衅我？哦，我懂了。要、欸、等一下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先就地睡觉一下？就地睡一下，就地睡一下。哦，猪哎、欸。没有没有，就地睡一下，快点！你床啦，你有没有床？好，睡一下，睡一下。先让他天亮，先让他天亮再、欸、天亮再做事，天亮再做事。因为这边有够危险的啦。哎、欸，来啦，帮你挑嘛。好好，你帮我挑。来的，来来来。啊？这只。不要理你。快点，这边挑一只啦。我等一下还要空手哎、欸。喂。哎、欸？怎样？我想骑这只就好啦，这只看起来蛮可爱的啊。啊？对，这绕一圈回来，没事。好啦，我骑这只，粒子密度要开最高哦。粒子哦。对啊。我开少量而已啊。那你刚才有冒爱心吗？有啊。观众骗我。他又把我甩下来。盾牌拿掉好了。盾牌拿掉。然后不要动。好，不要动。快点，快冒爱心，快冒爱心。快点。哦，有了，那可以放安了，把安放上去。欸，可以的欸，欸，没有啊，他只有叫我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把安放上去。好了，有了，这样我可以骑他了、啊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不见了！带我回家拿凯好不好？刚叫你拿。你为什么又要过来这边啊？你过来这边干嘛？回家。是这一条吗？屁，你又没钱。不是吧？真的假的啦？哎、欸，这个走好快啊，好爽哎、欸！我会不会摔到他受伤？我明明就不是这一条哦、喔！走投入了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不是哦、喔。有鸡蛋的。不用啦，傻眼。你踩到几个甘蔗啊？22。我身上有14，应该够做了吧？嫩。应该够做了吧？你叫我不是那个又在那边吼。嫩。好快哦、喔！骑这个马很爽哎、欸！哇，这个有高速移动，我知道为什么你刚差点掉洞里的时候很害怕，因为速度真的太快了。
喂！你就带我走有洞的路哦。喂喂！好了，其实这边 OK 啦。我的马赛丢进水里哦。喂！好了，我决定我要赌一波。干嘛、啊？你说这样跳过去哦？不要。白痴，你台铃是收手嘞。会怕。受伤了啊 ？Shift 下来嘛。好，然后可以喂他吃些小麦还是萝卜什么的吧，拿他回血，我不然他自己慢慢回。那他自己慢慢回就好了啦，马是要多奢侈啊！当然不够做啊！你真的有给我一个钻石马卡哎，这么好？跟我说什么？哇，否心来着啊！说什么？你以后就不要跟我拿东西。好，谢谢。东西跟我们的马一模一样，糟糕！皮革在这啦，不要紧张。马长一模一样，可以命名吗？你又没命名牌。好不。甘蔗哦，我们要不要把外面那堆直接打来用那个啊，直接打来做了、啊，应该够了吧？外面那些，一个书柜有九个，对啊，应该够吧？你有命名牌哦，这是我的马、啊，我忘记了，不然你我换成黄金了干什么？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哦，一个书柜要一本书要九个是不是？没有吧？哪有啊？一个书柜要九个，办好没关系。都打来做看看啊！我把外面都打进来了、喔。屁小瑶哎、欸！你才屁嘞、欸！你在急什么？啊！我想附魔啊！皮革够吗？啊！皮革我有17个啊！哦，屁小瑶、欸！你才屁嘞、欸！命名牌要钓鱼哦、喔。好，我38个先全做，你那边20几个先留着，预防万一。皮革，然后是这样嘛？哦，你的笨马踩在岩浆上面、欸。真的？你把它推进去啦？那我。推进去哪、啊？几本书？我这边有12本书，只够再做4个哎、欸。屁小妖，有点少啊。自己在那边，就跟你说不够哦。不相信？哼，我没有不相信啊。哼。书柜，等一下，这个白痴，这个地狱砖怎么跟黑橡木那么像啊？哇，跟黑橡木超像的哎、欸。等一下哦，3,6,18，这个再过来。落水喽。啊，这样子够在哇，四个书柜而已哎。想要历练吗？霸气，少年，霸气。四个方向不用放吗？少年，1,2,3,4。等一下什么东西啊？少年。你，38个，你那边甘蔗还有几个？我全部种回去了。你全部种回去了，嗯，对，还有南瓜要种，南瓜要种。南瓜聪明，我不知道。瓜的话是芬姐先拿种子嘛？嗯哼，好，那种子给你，你去种吧。不要。哎呦，他这样可以附到几等的啊？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附到最高的嘞？最高是30，最高是30吗？那边说有自我介绍。最高是30嘛？看一下可以附几等的。现在只能付到20哎、欸，废！现在只能付到20，废！啊，外面那堆打进来做啦，不要实验的东西。外面那堆好烦哦、喔，好想做、好想做那个哦、喔。我盾还没有装回去。好吧，那就先放在这里吧。地狱的，这个是地狱砖，避免再跟黑橡木搞混，赶快放回来。这样子哦、喔，一个书柜升两级，好。然后种子的话，这里。还有几点不知道、啊？你问我，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？你不要把你的马放在，你不要把你的马放在这嘛！你这样害得我好想再去刚那边找甘蔗哦。等你的马好，你好一样。我的马在那边乱呐。你也知道、哦。我要再回去那边找甘蔗了。要来？干嘛？骑马？干嘛？骑马干嘛？啊，来。拿木棒，木棒，对，不要，我不要打仗啦。不是、啊，扁一下就好了啦，看谁扁到谁。不要啦，来，干嘛？快后退啊！好，后退。我没有木棒啊，我可以拿铁剑代替木棒吗？来，好。太退了吧？你要走远一点啊！好，不要两，不要。好，来了，3,2,1。小屁孩，我打到你了！
自己在那边垃圾。这叫战术，这叫战术 ，you know？ 等他顶下去。走啦，陪我去采甘蔗啦。刚那边应该还没有全部采完，我觉得刚那边应该还很多。现在缺皮革，五个根本不够用。刚一开始六个嘛，然后再加上我四个，所以只要在五个书柜就好啦。一开始有六个书柜，加上刚的四个，所以在五个，五个皮革刚好吧？五个皮革不对，不好，一点都不好啊！我可以看皮革吗？好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去啦！哎，别急着走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